现场卖那些什么？对。君鸿国际酒店金船歇业，面临客人的着急，以及自己隔天就要失业的这一刻，柜台人员情绪都快压抑不住。什么时候会进去啊？一个月吧。一个月。小姐，你有没有开手机给我们呢、啊？吃到饱餐厅柜台人员光是处理客人退费问题忙翻了，直到下午3点前，现场已经处理80张单子。定金能退我们定？阿弥陀佛吗？那他退你定金多少？就全退？没有。11月要办婚宴的新人更是急到跳脚，定金还没收到，只能赶快先想办法去找新场地了。君鸿酒店位在八五大楼，是高雄最高五星酒店，不少美食节目都拍摄过。但命运多舛，从原经典酒店易主后改名为君鸿酒店，如今却又因为董事长欠债遭法拍。3月由海霸王集团以54.4亿买下，7月8号确定点交。据我们所知，君鸿的生意好像业绩都成长得不错，但是没有想到经营权的转移速度这么快。君鸿酒店的经营团队自己也很错愕，游客住在这里变化蛮大的。君鸿酒店暑假旅游旺季，住房率平均6到7成，承接的新业主未来要怎么经营，外界高度关注。三立新闻邱少阳、赖不祥高雄报道。